点啊，欧大壮，我会唔会有罪啊？我唔可以坐监噶。诶，你唔使咁紧张。份口供上面咧，虽然有你嘅指纹，不过咧唔紧要噶，呢件案一定有得打噶。真嘅，欧大壮，咁我靠晒你噶。嗱，你放心，一切包喺身上，绝对冇问题噶。唔该晒，唔该晒。好快就到咗阿梁上庭嘅日子，我同小燕坐响庭入边，咩证人、检控官所讲嘅嘢，我哋冚唪唥都听唔入耳，因为我哋只系紧张个官点样判阿梁。我哋一直相信清者自清，阿梁一定会冇事嘅，但系点都估唔到，结果会系咁。陪审员，你哋有咗决定未？法官大人，我哋一致裁定被告谋杀罪名成立，被告严国良被控谋杀男子陈世明一案罪名成立，本席依例判决被告还手死刑。好啊！你做咩啊？香港边个律师打官司最叻噶？啊？我系话边个律师打官司一定赢噶？咪嗰个周定邦咯。我哋揾佢。喂，你哋揾佢啊？你哋请佢唔起噶喂。